Tao bị giật đây. Tại con lì quá đây cô trò.哇！又嚟到我哋嘅遊戲節目，咩玩法？好耐冇玩過咩玩法啦，所以今次咧，我玩一啲好新奇嘅遊戲。呢個遊戲咧，我相信大家係好耳熟能詳，但係從來都未玩過。大家有冇玩過包子噶？幾位有？點樣玩噶？平時唔係手用腳太歐陣。我哋依家有個新嘅玩法，我用條嚟玩包剪揼啊！咁而點樣去玩包剪揼咧？我示範一次俾大家睇。毒舌包剪揼，包伸出你條脷，但如果伸出过低，就会被视作作弊。剪，脷两侧向内卷成 U 型，揼，脷往口腔内卷入，同时将内卷嘅舌头尽量向外伸。游戏一，每局台主需要接受每位选手一对一嘅挑战。当台主连续赢出五次之后，就即刻可以换人。当所有参赛者完成对战之后，每人会计算完成的总时间，最短时间有四分，第二名有三分，第三名有两分，第四名有一分。哇！我啲口水飞咗过嚟嘅，好辛苦啊！准备，个快线到咯。Triple kill. Yes.第一 round 嘅包煎揼咧，胜出者咧系非常之大家意料之内啦，就系嗱占咗你嘅情景啦。第一位有四分嘅 ，OK。第二位有两分零八秒啦，第二位就系我啦，我有两分十八秒啦，我有三分啦 ，OK。第三咧其实完全估唔到，我谂住输赢嗰个叫叫咧，系而即系扣翻佢哋讲嘢多余嘅时间，佢系有两分五十秒嘅，嘻嘻用咗三秒，两分五十八秒赢咗一个马鼻金嗰个系包尾嘅，恭喜啊！游戏二。参赛者需要按荧光幕显示的包剪揼图案，到达左方圆形位置时，做出相应的身利动作配合。出错最少的参赛者有四分，第二名有三分，第三名有两分，第四名有一分。冇，哇，错咗啦！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其實真係啱啱應該得三個啫，我冇數錯嘅話 ，OK
嚟三二一嚟。你有冇揀啱過？請問，我想知道下。未到，未開始，去到個時候先開始。好啦，嚟公布結果啦。OK 啦，首先咧，由咧晴晴咧就keep 住保持住佢咧係一個牙尖嘴利嘅高水準咧，今次只係錯咗三個嘅 ，OK。但係好神奇地咧，阿嬌咧都係只係錯三個，所以佢兩個係同分嘅件事，太好啦兩個都。條脷見到身啊！我就錯咗五次嘅，所以我就有三分啦。咁啊 ，PP 又非常之好嘅 ，PP 咧就係、是、我冇睇錯咧，如果自己睇翻記錄咧，佢應該係淨係啱咗三個嘅啫。OK， 咁所以我都唔計幾多啦 ，PP 咧計就係今次俾多一分嘅，因為有兩個同分啊，四分啊件事。游戏三类似于游戏一，但同时需要用一只手同步拆包剪揼，手同脷各占一分，限时五分钟，选手轮流对战，获得最高分的选手是最后赢家。一人一分，好。哇，呢、這个 game 差到听朝嘅，又系一人一分喎，好尖锋激烈啊！夹滚咁样嘅 ，OK。好嘞，我呢游戏呢第一个规则唔好望住佢方个眼 ，OK， 我准备啦。下部 free 去下段之後咧，三個回合咧，我已經唔係好想講嘅，因為抽筋啊，你知好辛苦嘅件事。好啦，公布個分數啦。嗱，原本咧係因為呢一 round 咧係誠意嘅關係咧，所以個分數係有個壓倒性嘅變化㗎。咁所以咧總括咗所有分數咧，原本咧我哋原本嘅分數就係呢、這個阿嬌嬌係四分，加咗呢一 round 嘅六分係有十分。晴晴咧本身有八分嘅，但系呢班系包尾嘅，所以得翻两分。佢同阿娇娇并列十分。OK， 咁啊，阿姨咧就系呢个原本咧就系三分啦。咁但系咧呢一 round 咧佢系攞冠军咧系然后乘二嘅，咁四嘅 double 系八分，所以佢有十一分嘅。哇！今次呢个嘅包子流集冠军系我本人有嘢。Okay， 今次咧只系一个好简单嘅个人赛嘅咧，但系其实我已经 set up 咗好多关于包剪揼嘅游戏咧，系方便咧之后我哋再多啲人一起玩团体赛嘅。大家睇完呢一个嘅包剪揼用条靓眼嘅时候，会唔会谂到啲更加新奇有趣嘅方法，可以令到咧包剪揼更加之锦上添花，令到我哋每一个参赛者个个都咬住条脷走咧？请大家可以留言。或者係俾多啲嘅意見呢一個嘅節目啦。OK， 咁啊咩玩法呢？我哋會繼續會去諗緊啦，唔同嘅節目用下啲咩新奇有趣嘅遊戲，自己屋企無無聊聊諗到，而又唔知想點玩或者唔夠人數玩咧，不妨話俾我哋聽，我哋諗下點樣將遊戲編出嚟啦。好啦，下集咩玩再見，拜拜。下次都叫我嚟玩呢樣嘢。姐你咁，姐你咁細聲咧，因為咧大家都唔想再講嘢啦。抽筋啊，個口好攰啊。搞唔掂啊，搞唔掂啊，這個呢個真係條脷抽筋嚟好。
你要求下次唔好再玩啦。OK， 冇問題嘅，所有我哋嘅遊戲都會預阿嬌嘅。OK， 仲有情景咧？下次玩呢個調理包剪揼可唔可以有靚仔？我對唔住，今晚我唔應該嚟。對唔住 ，sorry。下次我哋再玩呢、這個同條脷嘅包剪揼，可唔可以睇完四七先？冇問題，冇問題。我哋聽日就2047噶啦。你可以唔使出現。